今天在这个场馆中，将会有两场关键度极高的比赛，同样是六连胜的挑战赛双雄，嘉士与星星将会先后迎接对手的挑战。嘉士战队率先开打，而我们看到星星战队的队员也正准备入场。这次签陈老板。我是无极战队队长武晨。你找我啊？我今天来是来跟你谈合作的。合作？什么合作啊？如你所见，星星现在和无极目前的处境很像，都要面对嘉士这样的挑战赛巨头。我们既然前面有强敌，而且目标又是一致的，都是夺得挑战赛的冠军，那我们不如集中实力共同应对，你说对吗？集中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关注你们很久了，你们有几个队员状态确实还不错，但像你们星星这样的战队跟我们无极，无论从配套设施到基础环境，都和我们没法比。如果我们两个队能够合并成一个战队，那将是如虎添翼，双赢的局面。能和我们无极合并也算是你们星星的荣幸。合并之后呢，我们就共同用无极战队这个称号，今天的比赛呢你们也省了，不用打了。谢谢您这么想着我们，但是我们星星从来没有不打就认输的比赛。谢谢啊。你要想清楚啊，到底是面子重要还是战队的未来重要？我们战队的未来不用劳烦无极队长您费心。我实话告诉你们，我今天来其实并不是为了你们星星而来，我对你们星星这样的草根战队并没有兴趣，我只是不想看叶秋这样的职业选手止步于挑战赛。叶秋想要重返联盟，而你们星星不管从哪一点来看都并非最好的选择。如果你们今年失败了，你想没想过对叶秋来说损失有多大？电竞选手的职业生涯很有限，他不应该耽误在你们这种垃圾战队，而我们无极才是他更好的选择。他不会去无极的。你能替他做这个决定？他能。如果你想加入星星，或许我们还能考虑一下，不然我们就在赛场上分个胜负吧。走吧。加油。欢迎大家，这里是挑战赛的比赛现场。那么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今天晚上的主角们，有请星星战队、无极战队。星星战队对阵无极战队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刚才那场比赛打得真过瘾呢，一个诱敌深入，再来一个瓮中捉鳖，漂亮。哎，话说咱们现在已经七场连胜了吧？切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刚才在里面队长跟我说，咱们还有上升空间，我觉得咱们又得加训了。不是吧？这可说不准啊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得赶紧休息休息去。说起连胜，现在只有我们和星星没有输过了吧？怎么，想去看星星？